了我，哎，小弟啊，哥你呀，你两个哪会踮遮呢？伊是中方，我来这要擒哪伊啊？我也是对伊话，恁大家唔通搁再拍，拢是家己的人，对不对啊？哎，啊，你这个当着也唔对，咱是家己的，你莫为我失平安闹三江，你搁听人家讲话，对不对？伊是老大哥，敢讲你袂认得嘞？哈？伊是老弟亲。刘三宝，你这个肯定啊，老大哥。我唔对。哎呀，见笑见笑，最近的身体变了较无同的关系，我嫌啊煞袂认嘞。哎呦，你还较早出来的啦。小通。哈？在真苦，夜到手老工休假，如今安徽收来到位，我见。叫武林水平不死。好好好，是是是。本来当年拢是是你误会，错嘛是在我。啊，那安尼我怪你，但武林赔不死，这件代事看在咱的好兄弟的面子上啦。哎，太好了，这嘛是应该。安尼好，请住武林，武林啊！来了来了来了！哇！就好，阮看到你拢会惊，我真会叫歹看面。我安尼哦，较大声淡薄尔，我要甲你分析嘞，也你亲像遐伫咧倒单。阿娘，伊反常嘞，我要甲咱分析嘞。哎呦，暗时啊，食死鬼咧反一个反。不是啦，胡林啊，你来入去，阮大家拢是刘三宝的好兄弟啊。一切是误会，看到拢大哥啊，也搁大家面子上，拢准备来圆满，所以我甲你分析消息嘞啦。没生意，啊！我呢，甲你回信嘞，还阁无生意，无要安怎？你安尼，歹势。你嘛少生款。原来你这时代阁真会钓呢啊！哟，系哦咯。啊，你原来真实嘞。对啦，啊，你就对啦。